你能不能快点醒过来啊？丫头，都行。虽然说我不知道你中的是什么毒，但是这个世界的医生会知道。 这是阻止炼武之人商誉的化工散，圣者何人？现在何处啊？抱歉，孙大人，我答应了上者不能说，但是此人他对我非常非常重要。既然姑娘有苦衷，不能如实相告，那请恕老夫不能医治。姑娘，走吧。孙大人。 依着父母心，你就帮帮我吧，孙大人。走吧，孙大人，我求求你了，孙大人。走吧，孙大人，你帮帮我吧，我求求你，救救他吧，赵晨一，可千万不要。 化工散是江湖秘药，老夫这儿确有一方可化解其功效，助受伤之人平复气血，愈合伤处。你且在这儿等候吧。谢大人，谢孙大人，谢孙大人。
努力视而不见，要往我又亮中。真分不清是真情还是。